喂，大家好，欢迎嚟到2月25号晚影话春秋，系 Gia 啦。我系 Thomas 啦。咁今日咧，我哋有个好遥远嘅嘉宾，就系身处一个大陆江州市嘅阿咪嘅，就系墙内人啊！我哋墙内人。咁江州市系乜嘢咧？咁如果你睇蜗居咧，里面江州嗰、那个江州市系代表某一个大城市嘅，咁你自己自然就会参详到噶啦。系啦，咁而家就我喺上海啦，咁啊。因為我哋而家科技發達啦，我哋好開心啊，可以係呢個 conference call 係嘛？我哋咁我哋依幾個禮拜其實都用咗一個 conference call 嚟到去做一個錄音嘅。咁點解咧？就係如果你睇翻而家新聞，真係太危，真係都幾危險嘅。即係你無啦啦喺間酒樓度咁坐圍同一台度打個邊爐，咁就可以成圍人都一齊出事嘅。咁我哋都係。即系我哋承认，我哋都系啲惊死嘅主持，咁所以我哋就用咗一个方法嚟到去录音嘅。咁咁难得嘅机会，咁就见到阿咪啦。咁就咁，我想问一下你啦。咁你而家即系当地个市面系点样咧？不如未讲你睇咩戏之前啦，咁你讲下，咁你而家其实系咪即系正如新闻所讲，系真系完全出唔到街嘅咧？嗱，而家。在中國大陸入面咧，大部分的城市咧都已經係封咗噶啦。咁但係咧，因為要數據啦，我啊 send 咗啲圖俾阿 Tom 睇下啦。咁市區就冇新增養案，咁我自己喺上海啦，竟然係冇新增養個案嘅。咁然後咧，醫翻好嘅係咁多，咁就300多人啦，已經都係340多人就中咗啦。咁然後醫翻係240多人啦。咁但係即係所有數據就睇咗就算啦，係嘛？咁知道就得啦，自己就小心啲啦。我哋呢個狀況係點樣咧？就冇其他地方唔中咧，就係佢冇封曬。但係其實咧調翻轉頭咧，就係呢度就叫小區管理啦。打個比喻就係、是，嗱而家你美孚新村，又或者係太古城咁樣樣，咁佢係只要你入去。美孚新村或者太古城，我哋叫做呢一個小區咧，就基本上所有入口都已經封曬噶啦。咁然後咧，所有都封曬咧，咁然後就只有一個出入口。咁然後唔係上海籍人士，又或者係對上嘅14日啦，有離開過上海嘅，咁基本上咧就唔入得。咁呢一點咧，就比阿林鄭咧就做得好好多嘅，就真係封咧，就真係硬封嘅，係封咗就封咗噶啦。咁然後就我哋喺街落去樓下，我哋就見過就係有人想入嚟咧，就俾人趕走嘅。即係講緊係入一個小區啊，你聽清楚，唔係由深圳過即係過香港咁樣冇掩雞籠咁樣去出，即係唔係封緊幾個又留翻兩個，其實就集中嗰兩個去更加大嘅出入。呢邊唔係，呢邊係封就係、是、封噶啦。咁我哋甚至乎有收要有出入證啦。咁就一家人就3日先至可以出得去一次，一次就係2小時，咁工就唔俾翻噶啦。咁除非有特別原因，咁啊可以去申請翻工。即係而家嘅狀況就係咁樣樣啦。嗱，咁阿媽又想問，即係你而家即係上海就應該就所有戲院都全部閂曬門噶啦。咁你而家有咩娛樂咧？其實喺屋企喺農曆新年咧，就基本上一發生事之後就全線就閂曬門啦，所有啦。啱啱開始農曆新年嗰陣時候，我都有出過下街嘅。咁基本上最出名喺上海嘅，即係好似我哋旺角彌敦道咁樣樣咧，就成條街冇曬人嘅，叫做街南京步行街。平時咧人頭湧湧嘅，你基本上喺街頭咧，你係見唔到前面條路嘅，全部都係人嚟嘅，日日好似行年宵咁樣嘅。你甚至乎你打呼球又好，你踢個波又好，你揼落嚟係揼唔到入，咁一個街冇曬人噶啦。咁但係因為我已經而家出嚟新地方啦，咁啊出入唔得啦，咁我已經13日冇出過街啦。13日冇出過街係咩代表咧？就係講緊我哋有啲係自我隔離嘅。其實我自己會係咁樣咯。咁我覺得比較安全咯嚇。咁點解你要自我隔離咧？即係因為你出，即係你去過。因為你去嗰啲比較危險的地方，所以你就要自我隔離啦。唔係啊，我唔係好似阿林鄭咁大膽啊嘛，又唔戴口罩，又咁樣樣，又去人聚集。
咁我哋又唔係即係鋪鋪啦，係嘛？只要俾個 like 嘅，咁幾廿人又喺度聚集，咁跟住就大家開香檳啦。我哋唔係咁，大佬點噶嘛？咁梗係大家自己即係鏡石身體啦。因為我自己覺得啦，自己去控制自己好啲啦，就總好過信出面啦，啱唔啱先？即係大家唔講啦。咁可以唔出去嘅就梗係唔出去啦。咁我哋而家呢部就方便啲啦，即係香港就 Foodpanda、Uber Eat 啦，呢邊就係連啊去超級市啊或者乜嘢，全部都係有外賣嘅。咁麥當勞做得好嘅，有自己嘅車隊啊，好乾淨啊咁樣。咁冇乜必要嘅就，即係如果真係想食外賣，就淨係咁叫麥當勞啦。咁至於其他嘢叫送嘅，咪叫超級市場嗰啲買餸嘅速遞。系咯，咁咪嚟咯，咁大概幾個鐘，然後就唔入得嚟嘅，咁佢就放喺個小區嘅門口，咁然後你咪揸住張證你出去，可以攞一攞，咁但係我哋攞落街，基本上每日我攞一落街，只要佢攞嘢，我就翻嚟即刻沖涼啦。即係而家個狀態係咁樣樣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 caution 啦，因為我哋大家經歷過 SARS， 你知道係幾難經嘅嘢嚟㗎啦。咁呢單嘢係經過 SARS。嗱，咁我自己其實即係你喺香港，其實就即係如果間公司係容許你 home office 嘅話，其實。可能某啲日子你都會選擇即係留喺屋企，即係處理啲公司嘅事務啦。咁同埋你近排你都聽到好多例子，就係話即係有啲要群眾感染啊嘛。咁即係你話盡量即係可能你屋企人食飯啊，或者係啲朋友聚餐，其實全部都避免咯，都會。不過咁即係我哋而家嘅節目都係一個講電影嘅節目啦。咁即係我覺得同17年前嚟到去比較咧，就而家。就會多咗好多嗰啲叫做視訊平台嘅，咁喺大陸其實即係有冇呢一方面嘅娛樂咧？我哋就而家好方便啦，因為經睇咗你哋節目啦，咁然後你就介紹我睇呢個肥龍啊嘛 ，Gia 係咪啊？你哋叫我睇肥龍啊，你話好睇啊嘛，咁跟住之後睇肥龍就我用咗你哋嘅角度去睇啦，本來一嚟我都唔敢睇嘅，因為網上嘅評論就話好差嘅，咁但係我信影畫春秋噶嘛。咁用咗你哋個角度去睇，後來我再俾錢因為而家睇一套戲要$6嘅，即係你join咗個會員，再每一套戲你要再加$6，咁然後我就睇埋葉問4啦，咁就正如你哋所講啦，真係好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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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即係重要嘅嘢講3次，你要講6次啦，咁你再對比翻同期肥龍真係好好多啦。咁然後就而家睇嘅就係你有愛奇藝啊、騰訊啊各樣各樣啦。Thomas 你好熟悉啦，咁就其實你栽一年都係幾百蚊，我記得係98-80蚊。咁你栽三個平台，你都係200多蚊啫，你平過栽有線啦，係嘛？而家有線都唔使咁貴嘅啦，都係100多蚊就可以有交易嘅啦。你哇，甚至乎你申請嗰啲要。叫做 Now E 嗰啲其實都係幾廿蚊一個月嘅啫，所以變咗相對起2003年嚟講，即係2003年嗰時候其實係未有依啲視訊平台嘅年代嚟噶嘛，即係我哋仲係喺度睇緊 DVD 噶嘛。咁相對嚟講，其實我哋想喺一個網上面嚟到去尋找一啲啊同電影有關嘅娛樂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其實係容易好多嘅係。咁你哋我提回應翻你哋個節目啦。上次你哋講到話賀歲檔啦，咁其實大陸賀歲檔之前咧就好有個新聞就關於囧媽噶嘛，你哋記唔記得啊？咁就囧媽就係同一時間賣咗俾幾個平台啦，咁跟幾個平台就自己互相喺度打交啦。咁啊佢自己個人咧係大收啦，咁然後就其他平台就自己同自己打交啦。咁我看了咁多套大陸片咧，即係而家應該是叫做大陸的新年檔啊。囧媽是最好看的，囧媽是好看的。咁除了呢套之外，你仲有冇睇其他的作品咧？即係咁多時間留在屋企，其實都即係你都可能好多時間去睇，都係可能睇電視啊咁樣。其實睇咗啲乜嘢咧？其實分享一下可以。我睇咗囧媽啦，睇咗肥龍啦，睇咗葉問4啦，跟住。喂，講下葉問4，你覺得點樣難睇法啦？講多少少啊？係啊，我哋節目冇講葉問4啊，我哋就。你葉問唔係你哋話唔好睇啊嘛？你哋話唔好睇，我記得葉問4好笑嘅。我啊同 Gia 一齊去台灣啦，
咁啊，我哋有讨论过睇啦，后来都揾唔到时间睇咧，因为挂住睇星战啊嘛。咁跟住之后，后来一路想睇，一路想睇，咁我打死都唔着嗰阵时。咁然后就我亦都冇谂过喺大陆睇，因为唔想俾钱佢。咁但系喺台湾谂住支持下啦，点知支持唔到啦。咁啊，咁啊，翻到嚟睇啦。咁点知就哇，扑街都唔系呢六蚊嘅问题啊，大陆系真系离谱，即系佢系连电视电影都不如咯，即系。怎样讲呢，成套戏里面那些为打而打就非常好笑啦，然后就挑动这个民族情绪啦，就现在 的风向，美国人就不好啦，美国人就有问题啦，其实挑动了很多年的了。不是，那你问美国人不好有问题，你不能去美国咯，是不是，你又要去美国做什么事，是不是，很烦的嘛。那然后就是又打不是又打啦，总之打。睇咗死，咁你冇嘢再生啦，即系而家你唔会好似当年记得我一个打十个咁样，你可以记一世啊嘛。你已经冇印象，你觉得哦又一套电影咁，但系成套戏令你睇得好反感。你嗰种打飞机嗰种打飞机法咧，系多余咯，同埋即系大家当然知道就系叶问本身就其实系国民党嘅人嚟噶啦，即系如果以正史嚟讲，甚至乎仲系特务添啦，咁所以。你咁樣打飛機法係咪有些少太離譜啦？同埋你去打最後大佬個大 boss 啊 ，Thomas 你有冇睇啊？我有睇。係咯，你睇大 boss， 咁平時個大 boss 你上集都泰神啦，係咪啊？好似係啊。上集最後個 boss 係張俊啊，我記得係。哦，咁前一集係泰神啦，即係你集集個 boss 都係有份。第三集係中 boss 係泰神，最後打張俊嘅。唔系第三集个泰神都系出镜攞个噱头嘅，咁你话最终个 boss 其实系阿张晋嘅张天志，咁第二集有份量啊，可以咁讲啦。第二集系边个啊？第二集系一个拳王嚟嘅，英国拳王叫龙卷风。但系阿基有睇到呢套啦，系咪？呢套系离晒大谱啦，直头系软脚。因为第三集的叶问已经是呈现一个滑晒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第四集都无谓再，即系无谓再追落去，因为都是将同一样嘢不断咁再翻炒的话，就冇必要再追落去咯。我觉得咧，其实就算我哋唔好去咁，即系我自己拉开一啲我唔偏颇去批评呢样嘢，其实好多戏。你就算龍捲沙都開到第六集啦，係咪先？都係同一樣嘢翻炒、翻炒咁翻炒啦。但係人哋就算開到七八集嗰啲翻炒啦，你黑色星期五嗰啲翻炒十幾集添啦，但係你都總會有啲嘢俾你睇下噶嘛。佢呢個翻炒係你當佢連續劇睇又唔係，你當佢一個 series 去睇又唔係，佢淨係裡面啲角色有關係，同埋咧。我觉得个编剧系好差，即系编剧系好差好差。其实几集都系同一个编剧嚟嘅，但系点解咁差咧？呢一集你有冇发觉呢集特别差咧？我都系 hea 做咯，我都系，因为你叶问第二、第三、第四集，其实个主旨都系讲紧我要打到外国人，跟住我自己系一个最强嘅一个民族啊嘛。其实佢都系讲紧呢样嘢噶。唔紧要，你打到个最强嘅民族系冇问题，但系但系个问题系。你佢场场戏你有冇发觉佢系为打而打嘅？即系你完全系为打而打，同埋我觉得最多余嗰样嘢系，佢有啲嘢系拍得好嘅。如果你以当个小品摆喺 YouTube 嗰度咧，小龙嗰啲系拍得好嘅。但系若果大家有机会去睇下，即系大家就算几反，即系几唔中意几黄都好啦。其实以前嗰套小龙传奇大陆嗰套系好好睇嘅。即係佢當然都係有啲咁嘅戇鳩嘢，有好多嗰啲不必要嘅嘢，啲劇情都係咁樣鳩流。但係其實成套戲嗰四十幾集定五十幾集係好好睇嘅。呢一套戲咧一出嚟啊，小龍啦，我其實陳國坤做小龍啦，咁不嬲都小龍入型入格噶啦，因為佢做翻佢自己做翻自己啫嘛。咁係好睇嘅，但係個問題係咧，佢一好睇完咧，然後就好似噗就冇咗噶啦，成條故事線就冇咗噶咯，唔關事。佢嘢淨係做咗頭十分鐘嘅啫，然後之後嗰啲就唔關事啦。揾啲僆仔出嚟打啦，揾啲徒弟出嚟打啦，然後無端端就變咗葉問打啦。即係你覺得哇，點解跳通跳得咁快嘅？我完全係跟唔到套戲嘅，你明唔明 ？Thomas 咧，你覺得？
咁我睇套戏，我自己都唔期望佢啲剧情其实有啲咩深度啦。咁都系睇佢打嘅啫。咁佢打得系频密嘅，但系你话有冇边一场打斗系令我留下一啲比较深嘅印象？就好似第三集，即系最后一场戏，佢打张晋咏春对咏春咁样咧。啊，对唔住，我就谂唔起嘅，我自己就即系嚟话有冇一场好似？第二集咁样，好似阿洪金宝咁样喺张台度砸落嚟咁样打法咧，佢又冇一啲咁样嘅武打设计，咁就所以变咗相对嚟讲，我觉得就真系技穷嘅，系非常啊，非常非常差咯。即系佢嗰啲打系佢可能系打有两三分钟啊，好好睇嘅嚟，小龙打好睇，但系唔关事咯。即系呢啲嘢系完全唔关事。跟住然后佢无端端佢出嚟打嗰啲人，嗰啲人又唔系劲。即係使唔乜拍咁耐啦？咁你 OK 啦，當食飯食住飯嚟睇，我都六蚊都係嘥時間嘅咯。即係所以我認同你哋係講肥龍係好睇嘅，係啊。因為肥龍，我覺得個導演佢係真係佢係對於即係八九十年代嘅港產功夫片，我覺得佢係好熟悉嘅，所以佢想拍一套嘢嚟到去講緊佢對於。功夫片嗰种热衷，我觉得佢又再即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咯，就唔系佢嗰个景搭得几似啊！我觉得好似龙鱼啊，你有冇个景？啲人讲唔讲啊？冇睇，冇打龙鱼。冇睇，你哋有冇睇？你哋有睇肥龙系咪？你有睇肥龙？即系你讲系咪嗰个咩人中之龙啊？嗰只 game 系啊系啊，世家嗰只啊嘛，你一睇就知道搭出嚟，系啊，一睇就知搭出嚟啦。但系真系搭得好啲。咁嗱，咁讲戏就即系。差不多講到呢度啦。其實而家睇翻大陸嗰個疫情咧，其實佢個疫情應該而家就跌到一日幾百宗啦。咁可能咧，我唔知道會唔會嚇，因為而家啊，你知道話習總其實佢係好想啲人復工啊嘛。咁仲會唔會有一日可能啊，連戲院都開翻，咁你仲會唔會夠膽去睇戲咧？誒唔會啦，傻嘅。點解我哋要自己即係所謂叫自己做隔離？即係我覺得，就算我哋喺香港都好，即係我覺得你呢、這個亦都係同我哋香港影友講啦。即係就算你政府點無為嘅，你都要保護自己啊嘛。咁佢做唔到，咪你自己做咯。咁咪我哋自己隔離咯。我覺得係咁樣樣啦。即係你冇可能信外面嘅，即係。你信外面，我而家成个感觉，你觉得呢段日子，你问我最喺屋企做得最多系咩咧？就系睇丧尸片，就系睇呢个廿八日后啊，亚洲八周后啊，跟住呢个系啊，Resident Evil 啊，哇！睇呢啲即系而家呢个时间睇，真系非常之好睇啊，系非常之好睇啊，好应景啊，咪就系咁咯，即系我就唔可能会再感佢噶啦。讲多少少消息啊，就是不知道阿 Gia 你有没有留意呢，就是现在你知道韩国爆得很厉害嘛，即是一日百几宗嘛。好像说韩国是有电影是因为即是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是要延期上映的。其实我真的觉得韩国的疫情现在都爆得挺严重啊，那其实他开始我哋香港人要去韓國旅行都比以往多咗一啲麻煩嘢啦。咁所以你話當個疫情爆發得越嚟越勁嘅時候，咁其實你有眼睇嘅，你可能香港你見到小丑女啊，或者見到一啲大片個票房都比想象中可能會差少少。咁變咗韓國呢啲情況，可能覺得喂疫情咁嚴重，可能影響啲人。唔入戲院睇戲，咁佢咪褪期都唔出奇嘅。因為佢而家又有啲城市啲人已經係又係好似大陸咁樣成日唔出街嘛。咁佢唔好話佢哋，你喺香港你都少咗出街啦。其實某程度上，同埋有個消息我上網睇翻嚟就話，佢原本二月有個大中獎嘅，好似話都已經褪咗期啦，已經。呢啲真係唔出奇。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轉頭翻嚟講下啲戲啊。